用对精神修养生息，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心里在想什么，这个念头出来，是不是合乎道德、合乎人意？仙佛菩萨看到我们起了这个念头，是高兴或是祝福，还是仙佛菩萨看到我们起了这个念头不高兴，因为我们觉得悲哀？自己要去想一想，我们讲话要很小心。 不合理的不要去说，没有证据的不要去说，就算你看到了不关你的事，也不要去说别人的事情。别人做错事，你干嘛那么费精神去讲？把精神拿来修自己不是很好吗？我们是仁慈的人，修养自己，充实学问，所做出来、所讲出来的，都合乎慈悲的原则。真正有修行。 德性很好的人，不会去做出损害自己德性的事情。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修好自己，长养好德行，休养生息。希望大家把这四个字做好。人总是希望生生不息，既然想要生生不息的话，当然得要勤修内德，要长养道德，让道德生生不息。